你们有瞒着老公的秘密吗？试了这么多次，怎么又没怀上呀？哎呀，没事儿，多试两次总会有的。爸妈还等着我们吃饭呢，先回去吧。怎么样，怀上了？我看他吃什么都吐。爸，我妹妹急你急什么呀？这要是皇上不急，太……你说什么呢？你动我干嘛呀？没事没事，孩子早晚都会有的。老婆子，你愣着干嘛呀？过来把这儿扫扫，全挂在皮儿。老公你去。好。哎呀，哪有男人干活的，说出去让人笑话。那就让我妈扫吧，我懒，我干不了。你娜娜，听说你糖醋肉做的挺好的，正好今天在这露一手，让我们尝尝你的手艺。不行了吧，医生说了孕期看牙麻烦，备孕要控糖，吃不了也做不了。没事，我去做。我看娜娜现在还在上班呢，干脆辞了得了，女人嘛就得在家相夫教子。爸，我相不相夫教不教子就不用你操心了。咱爸也是为了咱俩好，想要咱抓紧生个孩子嘛。要孩子来咱家受罪吗？妈撑着腰疼给你们俩做饭，你们呢瘫在沙发上跟那个植物人一样。你们家男人进厨房是犯法吗？孟娜，你什么意思？你是不是压根就没想要这孩子？对，我怕我生个女孩嫁到别人家会跟我和妈一样。媳妇儿，出来把桌子收拾一下。来了，我帮嫂子收拾一下吧。不用，哪有男人进厨房的，让你嫂子干就行了。我最近牙不舒服，不知道是不是蛀了，我明天想去医院看一下。你少吃点糖，抓紧收拾。我和兄弟我俩出去唱歌。嫂子，这个给你。这是什么？这包装也太精致了吧。肖荣家的数字牙刷，这可是大品牌啊，太让你破费了。都是一家人，这有啥。是妈特地给我打电话，说你牙不好，老刷的一嘴红沫沫，就让我给你买一个，免得你啊以后大着肚子泡牙科多受罪啊。我之前孕期啊也特敏感，但用它完全不会刷疼，异味都少了很多。哎，我这是蛀牙，老毛病了，怕劲儿小了刷不干净。放心，他可是有数字专门给设计清洁方案的，一对一解决牙齿问题。那您这个强效防蛀，能识别蛀牙高发区，自动就加强清洁了，专业又靠谱啊。那我去试试。新春快乐。这咋还能说话呢？这是骨传导语音导航，刷多久哪漏刷它都会告诉你。雨刷两分钟，补刷左下区，能多刷出4.42倍坏菌呢，可比自己胡乱捣鼓一顿强多了。真的哎，感觉刷完牙齿都滑滑的，好清新啊。结了婚就别天天往娘家跑，在家都做做家务不行吗？小涛又不缺胳膊少腿的，家务就非得我干啊？就因为我是女的？我有时候在想，结婚难不成就是给自己找了份保姆的工作吗？谁还不是这样过来的？再说了，也不能因为这个就不要孩子吧？是我不让娜娜生孩子的。王德发，这么多年了，为了孩子我一直忍着。我伺候了你40多年，你念过我的好吗？这个家是两个人的，家务就不该是一个人的。你要是还这样，我就搬儿子家住，不回来了。还有你，我从小教育你的话你一句没往脑子里记。要想做个好爸爸，你就要先做一个好丈夫，不然我走不了，娜娜可能随时都能离开。我知道了，这菜不够吃的，再去做个红烧肉。以后家务就让他们俩干，咱们就负责享福，不然咱就走。